颁发 U15 男子组获得亚军第二名，来自花莲县的凤林国中，恭喜曾子明，请曾子明选手出场。接着为您宣布，同样是相当辛苦获得这场比赛胜利，来自台南市南林高中获得 U15 男子组单打冠军的郑松奇。而且我们的颁奖人，我们颁发 U15 男单冠亚军奖项。再次谢谢颁奖人，还有恭喜我们的得奖者。我们时间要再次的交给我们主播以及两位选手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 U15 了。U15 当然在我们刚才的赛事当中，两位，我应该说这一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其实都看到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赛事，而且张力可以说是十分的充足哦。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访问，我们先访问子明好了。好，子明，我们应该说两位选手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交手过了嘛，那当然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这个年终的一个战场上面，再次的来碰头，你觉得今天比赛起来的一个感觉怎么样？不管是跟这个对战的对手，就是有些球都没有把握下来，该打进的球都打出去都没有把握。是，那今年呢、哦，其实一整年的一个赛事进行下来哦，确实我们一整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比赛要来进行。那等于说你自己觉得，对于今年一整年的一个算是训练成果，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跟去年有所突破？感觉进步是还好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当然我们希望也是希望说，其实我们的所有选手们，当然不管是在 U15 又或者是 U18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讲哦，其实确实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需要，不管是可能家长又或者是教练哦，还有队友，其实一起的一个鼓励哦，让我们的选手们其实都能够持续的来做突破，所以我们也再一次的给我们子明一个掌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松奇了。拿下了这座冠军，确实也在上礼拜跟子明一起来做一个对战哦。那你觉得今天整体在这个我们冠军战场上面再一次的碰头，你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你会怎么看？还不错，就是稳定跟球质球速都出来，然后角度有打开，没有绑手绑脚的，有放开打。是，确实哦，尤其我们可以看到，尤其是越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是不是感觉整体的一个状况到越后面有越放得开了？对，越来越不紧张。是，越来越不紧张了，所以其实真的不紧张哦，是非常非常有办法来克服这个整体比赛的一个感觉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恭喜两位选手哦，是在这次 U15 的比赛当中拿下非常好的佳绩，那也是期待两位选手在我们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。